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由五月天主唱阿信与知名艺术家不二良于2007年共同创立的 Stereoor， 七月起正式步入品牌第11年，品牌庆生特别企划周年限定组合，将于7月7日品牌11岁生日当日在 Stereoor 全球门市同步首发。身为主理人的阿信表示， Stereoor 的品牌名延伸自 Stereo 的发音与含义，不仅代表音乐是 Stereoor 品牌的重要 DNA 之一，其实也象征住我与不二良就像是立体声的两个声道。品牌创立11年以来，我们一路一 carry 住彼此。如果说10周年是一个里程碑，那11周年对于 Stereoor 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新出发，期望带给大家更多未知的惊喜。 Stereoor 特别企划时代若尔11周年限定组合包，典藏过去，展望未来，使用经典黑耀眼黄配色，展现 Stereoor 迎接品牌崭新时刻的期待与喜悦。五月天阿信又自创潮牌 Stereoor 欢庆11岁生日， Stereoor 提供时代若尔11周年限定 T， Stereoor 提供时代若尔11周年限定 T， Stereoor 提供